高国华十分疼爱妓女喜多，近来广为宣传女儿变成 UCLA 学霸。高国华提供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不交天王高国华妓女陈子璇女儿喜多陈思瑜被封最正校花，今传出她成功申请到全美2017第一学府 UCLA 心理学及语言学系，跃上新闻焦点。劲爆的是，当年敢爱敢恨的陈子璇因为爱上通缉犯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未婚生下陈思瑜，陈子璇带女嫁给高国华。当时他对外声称亲生父亲是当时在国外的那个男人，其实不太想提及那段往事。据了解，平时陈思瑜都会亲密喊高国华 Daddy， 然而陈思瑜的爸爸却另有其人，因为陈思瑜从小没见过生父，有了继父高国华，陈思瑜终于能体会有爸爸的感觉。高国华左和陈子璇右交往时爱得轰轰烈烈。资料照，据悉陈子璇19年前不顾家人反对爱上一位通缉犯，当时为爱义无反顾的他最后选择未婚生下女儿陈思瑜。后来陈思瑜的生父因躲避警方追捕秘密逃亡海外，从此失联，才留下陈子璇独自抚养陈思瑜长大。